亲爱阿姑，平安！今日收到人事予我的本，讲四月七号下晡有特殊优良教育人员的复杂访视，予我的心真复杂。因为一边是家长的攻击，一边是好意推荐，我的受肯定拢是对主的鼓励来。总是无信的人，因拢无爱听即个真理。我嘛用主予我的感谢甲懊恼做报告的主题，所以我是得讨上帝的欢喜，毋是人的，仰望上帝带领。